3月30日，有网友曝光一段韩磊唱歌现场的视频。据悉，视频是今年年初李子老公马廷强邀请韩磊去家里做客时拍摄的。视频中，韩磊穿着一身黑色，手拿麦克风激情演唱。虽然是用家里的音响，但是韩磊却唱出了录音棚的水准，太让人震撼了。不过，该视频也意外暴露了李子家的豪宅，以浅色为主调，十分淡雅，同时也很大。对此，网友表示，李子跟韩磊好难联系到一起呀，和流行歌曲的区别就是能经得起时代的验证。歌王不愧是歌王，佩服。